这本书里头也有任妈讲的话，你知道吗？任妈说，婚姻这个制度对爱情的好处到底什么？除了生育女儿之外，为什么要婚姻？说起来好像是一个责任，其实呢，她读到一篇文章，在这里任妈告诉大家，婚姻的好处之一是在于你不再爱他，或者他不再爱你的时候，仍然要你两个双宿双双妻双宿，直到大家再度相爱，好残忍啊！就是搞到你不再回头都不行。哎，任妈好悲观哦。任妈，其实就是我。任妈有怨言呢。其实，任妈，你这个白纸黑字是说。当你不再爱他，他不再爱你的时候，我们俩关在一起，一直搞到再爱为止。那显然也不是，而且任妈在民国59年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情。但那个感觉是很自然的爱的流露，那是靠时间淬炼出来的。其实我跟你讲啊，现在来谈你们年轻人啊，感受不到任爸的这一个境界，但是能到这个境界，以现在来讲，真的不容易。像高山峰，你结婚那一天，你自己心中有没有想过我能维持多久？没有哎，没有想说我能维持多久，就是会想，哇塞，这接下来要怎么收尾？就是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很现实，就是你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了，就是婚姻这件事情。那这个婚姻的这个，就是他走到一个据点，或者说我们走到一个可以称为段落的地方的时候，那会是美好的还是残酷的？我眼中看到的是一片雾啊，你不晓得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对啊，而且我还比较就是我同时做老公，然后接着马上就做老爸，对，马上又做老爸，同时进入了这两个身份。其实还蛮压力还蛮大的，很快速，快速就这样的。对，我觉得小庞呢，其实很特别，因为他跟爸爸一直住在一起，他爸爸就将军嘛，是，对，这演过三代同堂嘛，对，三代同堂。那他这个生了女儿以后，地位就完全不一样，忽高忽低，有的时候是因为他生了女儿，所以他的地位。算是在家中有了地位，但是也因为他生了女儿，他在家中就变空气。小姐就更正一下，就是怀孕的过程当中，五个月左右可以知道是对男女生嘛？对对。那个时候我的地位还是小皇帝。哎呦，哇，有女儿了，终于还不知道，还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然后一知道是女儿之后，哇，这个小皇帝往下走了，就变成那种锦衣卫，就负责保护我老婆。嗯，因为肚子里的是一个女儿哦，老婆比你重要太多了。对，我是锦衣卫，因为他说，哎，公主，对你的任务很繁重，就是要保护她，小心这个小朋友。嗯，生出来以后就是空气了，你变成空气了。对，紫禁城我就被赶出去了，再也进不来。刚刚他们讲说，男人任爸在这本书上说，男人呢就是真的开始结婚了以后学习做男人，就是在。小孩生下来的时候开始学习做爸爸。对，请问 Selina 生出来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失望。啊？什么？对，太有梗了。怎么回事？因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氛围是要传宗接代的。哦。我家是独子，我爸就我一个儿子，所以他有给我很大这方面的压力，所以我一直不愿意生是这个原因，因为当时不敢确认。我记得我在马偕医院生，台北旧的木头房子，哎，很棒的。结果我们那个时候不准进入产房，是在外面等，哭的。等的时候呢，孩子听到声音要出来，送出来了。那个护士老远的，很远，我现在画面还记得，看到我是冷冽的双眼看着我，冷冽的双眼，我当场打了个抖颤，脚就发麻。我想糟糕，一根不见了，真的。他也知道你想要男孩，他想知道，他一定知道我想要男孩。那个时代了，那个时代，他的两个眼神哦，真冷冽的看着我，一点都没有喜乐的眼光。你看我心里就有数了。还有更惨的是下一半，他走到冷冷走到我面前，在刹那间，把我女儿两个腿打开，打开了给我
验证这个事，确定是没有一根的，不带把的。你看这个多酸，多酸我。老板，你可能要趴在地上一下。还有个聚光灯，趴在地上一下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小孩啊，生在谁家真的是，你知道这生在旁家。哇，如果你带把的，就没人理你了。我们画面相反，是不是？我们画面是医生那时候有超音波了那个时代嘛，所以超音波。他也不知道我们要生男生女，并没有沟通这件事情，所以他发现哎、欸、是女生，嗯，那个超音波的那个医师啊，他的脸就很拉下来了，对，就冷冽的双眼看着我跟我老婆，然后说哎、欸、庞先生，哎、欸、是女儿，就很那样子，然后我们的反应，我们女人有什么不好啊？他们自己先有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，对，那我们听到说你确定吗？他更紧张。对，他说85%啦，还留一点，对，还留一点。然后我就说你要确定是女生哦、喔。他说哦，你们压力很大。我说对，因为我们要生女儿。哎呦，哎，一讲完那个医生，哎，早讲。超音波机器还丢了，哎，早讲。早讲嘛，吓死我！不是他照半天想照出个靶子来，对不对？早讲，不用那么仔细看。我跟我们家相反，对，相反。对。一讲完，我老爸那个庞爷爷现在。听到，你确定？我说医生说85%，100%在跟我讲，我要拍戏。他还是觉得说要100%才会高兴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他知道100%的时候，哇，真的是，他那个时候听说演那个，他都演大老板嘛，嗯，奇怪了，很凶的表情都有点笑容，老 NG。开玩笑，你敢这样吹老爸？我现在空气了，没差。高健怎么讲？高山峰，你这个是儿是女，你对你有差吗？其实我好想要女儿，是人生真是很奇怪。对，我们很想要女儿，然后我发现最近几个身边的朋友也是太太怀孕，然后刚得知怀孕的那一刹那就开始希望她是女儿，对。那我一开始是这样希望，等到我知道是儿子的时候，其实还有点失落。重点是照超音波的时候，医生又讲了另外一句话，说什么？先说哎。啊，有小鸡鸡带爸的，啊，康哥已经失落了，然后又讲了一句话，他头也很大，更失落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生了一个儿子，而且我儿子的头还跟我一样大，更失落。